我必须得藏起来，要不然一会儿他都给我拿走了。我来了，哦、您你把我怎么着吧？我不、哎、我不对呀、啊，来吧，我出来，屋里都有人。哎，对，我得出这屋。哎，这个，哎，快去快去。他给我藏哪儿了？你要什么？大哥，你要什么？厂要吗？厂不要，不是。他这都没用了都。是啊，上面那屋什么都没有，上面那屋太穷了，都哭了，他那屋都快。带酒上台，我现在缺个台。是上你新那屋没有台呀、啊？我没看着台呀、啊。没有台呀、啊，他这屋没有台呀、啊。不是，哎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放这儿吧，哥，孟哥又让我堵屋里了。人家主人回来了，还搁这偷呢。你太慢了。我不是偷，我是换。我回来了，你慢点回来行不行，九七？哎呦，你等我一会儿，你东西都藏哪儿了？这给你行吗？我跟你商量商量，哥。孟鹤堂，哎，破坏规矩！孟鹤堂都住我家了，都破坏规矩，请慢着。你怎么还拿里？哎，不是，这是我的，这是你的。然后你破坏规矩，都是我的了。不管是谁的，一个也带不走了。不是我没破坏规矩，不是摄像机可以倒一倒。你倒吧，真的。把灯笼放这，跟我走。我给你一个吗，哥？跟我走。你用这个吗？这色儿好。那你打吧。我都不忍心打你。没事，你打吧，那怕什么的？怎么办呢？啊，好疼！哎，那个灯笼是怎么回事？灯笼是怎么回事？有没有出来挂灯笼的？哎，有。等个等个一个人等个一个人等个。恭喜带酒上台。哎，不准带酒上台。带酒上台，第一轮游戏结束了。孟哥，那个是我送你那个助攻了吧？啊，对，助攻。恭喜二位拼出了这个班规，下面是奖励和时间块。谢谢。时间块可以当场使用。啊，你给琳琳呗，琳琳挺好。别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你给他，他就先走了吗？不是。你们先自己用吧，这样你们用完之后看有毒没毒，没毒下一个再给我们。千万不要妄动时间，否则会被时间反噬。想办法救我们出去。不对，这时间干什么用都没有。不是，咱们进来干嘛？笼子里还关师傅呢。救命啊！啊，给我爸。对呀，这个给师傅。我能不能留着？我先不用。不能，必须得用。那我给师傅了，我给师傅了。没把了。不是你给他俩干嘛？对呀，你没明白现在是？你给师傅，师傅不演。师傅打分儿，打分重要，演出重要啊。我自己调十，往回调十分钟。您是给自己用的话，那您多增加十分钟。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您试出有毒没毒了吗？哦，这是毒药啊，那这咱太对了。孝顺，我这是不对了，对了，哎呀，不是哦，是这么回事儿啊，看着这是哦。哎呀，这还要给我吃的，你看看，要不一下让我拦住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回事儿？我以为。那么大家既然已经做出了选择，你们就解锁了这个环节的游戏规则，其实就是我们要尊老爱幼。啊、哦，不能太自私，是不是？就是我们这游戏，我们就傻人有傻福，是吧？对，班规、哎、具体什么意思？你们懂背后真正的含义吗？背后的含义，有人比你们更懂，你们要去找到他。孟哥，咱去哪儿啊？找师傅去。救命啊！于老师，麻烦把表回拨十分钟。是我们这给我弄俩牌儿，写的是什么？一个是不准带酒上台，那个呢？在班私班。好，那你说一个咱们这儿带酒上台的典范吧。哎呦，这不好说呀，这个有。哎，大爷们儿，我这儿有一个十分钟的一个时间块，如果答对的话，送一十分钟就可以把表调回来十分。哦。那再给一个五分钟的，十五分钟。
这就看敢不敢说实话，说不出口，说不出口啊，还加吗？再加一个两分钟的时间块，你再等会儿，一会儿师傅就梭哈了，先退回一个两分钟的吧。我举报，我举报，你说吧，有，就一会儿都退回去了。这个。哎，我干爹呀，我干爹有过一次。你老家的那个干爹啊？不是，就现在这干爹呀。说出名字来。于谦，于老师。于老师怎么了？于老师啊，有一年啊，跟您演分科班的时候带酒上台了。哎呀，不能吧？我们都这个岁数了。啊，能。那舞台上出事故了没有啊？啊，那都没有。哦，那就不是那天。非得有事故。出了点儿，但是不太。是谁力挽狂澜了呢？跟着您呢。哦，你。请个热心网友到网上搜一搜郭德纲于谦酒醉版分河湾。我这么一说，他们不会在这儿出字幕的。台上这是什么味道？有点敷眼睛啊。自有班规以来，哪有带酒上台的？除了你欠大爷以外，万幸没有造成舞台事故，还没造成舞台事故，我折不过来了啊！孟鹤堂有没有在台上喝过酒？我没有，只是带过喝酒的上台。但是你欠大爷那天喝酒上台，是我带，是你开车来的吧？对，你大爷不是故意的喝酒上台，是给你们就当时他们惯了，那也是喝多了，是给你们做一个反面典型。是提醒你们以后这样就错了，嗯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上九溪，什么叫再搬私搬？就是说的，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意思。嘿，其实用现在的语言来说，就是不安心本职工作，干什么都是踏踏实实下来，不是说必须捆你一辈子在这说相声，但是干一天就得好好干，啊，否则话就叫再搬私搬。这是过去不管是京剧啊，很多戏剧行业非常忌讳的一件事情，也为同行们所不耻。你不要以为你在这儿，你喜欢咸菜场，咸菜场就爱看你了，咸菜场也会因为你在这儿的表现不欢迎你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师傅。哎，所以你们两个人以后一个不要喝酒，一个不要想上咸菜场了。好，好，这十七分钟就奖励给你们两个人了。哦，好不好？怎么使用？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了，拿着啊，好孩子，我把这时间呢给您二位，你别都给我们，你们怎么办呢？啊，救命啊！嗯，给师傅，给师傅，对，我们俩现在是聋子科的啊，嗯，十七分，哎呀，你们还很年轻，我们不重要，嗯，怎么还不走啊？啊，走了，师傅，哎呀，这孩子，干爹您多保重，得嘞，我们调了啊，表，你们留着用吧，孩子。哎，您别假客气了，师傅。哎，这就是我收徒弟赚来的。